鞭炮狂炸加上灯光特效，相当震撼。 苗栗棒龙闹元宵代表炸出好运，同样是传统习俗，还有南投竹山紫南宫正月十六加丁柱。排队人龙绵延，起码一两公里，而现场超过2万人，有的人前一晚就来排，还有人有备而来，带着板凳来排队。昨晚10点多来的，来这边就睡上面睡觉，不想再回家了。我们是凌晨这排这边排的，我们是从桃园。 它是用土鸡来做的，给酒酒哈，而且给酒饭，你敢去吃哈，比往年都好吃。庙方准备6万包，相当于12万人份丁酒，预计中午之前发放完毕。而相传过去，只要家中添男丁，就会祝丁酒，也就是鸡酒，宴请左右邻居及土地公，吃平安，添喜气。而热闹场面还有南投松柏岭寿天宫。 300人接力用扁担扛着，总重8888斤的米高桃，徒步600公尺，代表帮天官大地担桃，也为自己添福添喜气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 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